Fapa Gucci, Jiang Jing Feng Sheng, Tao Ba Shu Ying, Yu Yu Ji Ying, Shi Wei Dao, Ming Ming Da Ya Zhong, Se Bao Wei Deng Zhong, Tao Tao Ku He Nei, Se Bao Wei Zhong, Yi Yi Hou Zhe Zhong, Se Bao Wei Yu Zhe, Yu Zhe Xi Xing Yang Wang, Dong Ju Chi Shi Zi Yin, Min Yu Xu Yang, Ding Ge Qiu Wei Zi Gou, Zhe Ci Da Zhi Zi Zhong Jing Guo Fa Dong Xu Dong Lu Jing Di Li Zu Ti 我们没有杀情，今天呢，我供应来补偿，养子饮食，比赛赛气。 心空不得离容体，佛有光正义，灭罪止气，后以弘利。南无清凉的菩萨，南无清凉的菩萨。 南无清凉的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菩萨。 留得记录谁？能令一滴避热风，心系各位，请举止，临此台将是清净，广大愚昧。 无碍大悲心，大都罗尼。南无哈拉，达诺多拉耶耶。南无欧利耶，波罗揭谛，萨婆拉耶。 菩提，悉陀婆耶。摩诃，悉陀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唵，娑婆罗蜜多，苏耨那，耨夏。那么，悉皆利陀，依蒙欧利耶。
普鲁绝地十万来人都不那么挪了镜子西里母后不斗所密十万欧透头十分欧子用十万十透那么不是多那么保家谋不得的得子头哎欧不如西如家的家楼的一洗礼摩诃菩提石头十步十步谋了谋了某西某西李斗荣居路居路结盟独路独路不是一的母后不是一的到了到了提里你什么了也做了做了某某吧某了我地里一洗一洗是呢是呢欧了生我的水里我说我生我的水也呼噜呼噜谋了呼噜呼噜洗里说了说了洗里洗里输噜输噜菩提耶菩提耶菩提耶普陀耶，弥底尼耶，挪了经子，地利舍利那说不好，悉陀耶说不好，摩诃悉陀耶说不好，悉陀喻尼娑婆那耶说不好，挪了经子说不好，摩那那那说不好。现了身，我母亲也说不好，说不母后，我舌头也说不好，姐姐老舌头也说不好，不到母亲舌头也说不好，拿了金子，地里十里那说不好，那么喝了带了到了爷爷，那么奥利耶。保路之地，什么了也说不好。哎，十地都没到呢，不到也说不好。大悲诵句，中道融众，与用无碍妙难量，积极应待将，中等修养，热闹过清凉。那么清音为菩萨摩诃萨那么清音为菩萨摩诃萨那么清音为菩萨摩诃萨佛法在世界于是说光若光无量光，觉了世界，心法、学法、精神，三宝万寿明灯。我们大家学之前，要发觉为光，佛法。名字叫内法，就是每一个人多多具足，高高不无，念法也是念心，心念法，念法可以净法，念法。
可以留生死，你吧可以爱我们的心，我们这个心心包踏实，两句所讲，所以观无量，语不惊人。释迦牟尼佛对告众天大众，我们听到阿弥陀佛心号，听到观世音菩萨心号，听到大势至菩萨心号，都能够消灭无量罪孽。那么耳朵闻到尚且有日日功德，何况自净心、恳切心来念这个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更加不可思议功德。《妙法莲华经》有王菩萨本事品，释迦牟尼佛语对众天大众讲了，这位有王菩萨、也荣菩萨，你们有听到没有啊？听到了，听到的人都能够消灭无量罪孽，那么何况地藏王菩萨更加不可思议。地藏王菩萨《地藏经》来讲，教化众生尽了法，已经让我所属之道。那么其他的法，即是别证的法，其他的菩萨、别证菩萨都是一样，不可思议功德。所以我们念佛了，从佛前世纪说光到现在2549年，这个每一个寺院、每一个居士林、每一个居士都做功课，都是一样功德，提不虚扬，功德无量，是大宝光不论各须知，必灭道路呢。这个《家说经》《家说》里面讲啊，十月利益众生，故取佛在世人，应说还有没有发明，就是有思想这个道路呢。思想在什地方呢？在出行不动中古上、大清上，这个阴行不出去，三度不耐距离苦，施恩三遇尽济恩，最终的业障也能消灭。昨日在宝塔中
高山上念一遍，眼睛看到一切众生，度度能够离三毒之苦，灭地狱恶鬼畜生之罪。所以我们的佛法了要念住，佛法无容说，虽为不能留。佛法还要回归自心，不能向外自救。闻到一句一句都能留神特事，发音今日共报秘籍了，一句许宗用为道中，这个道就是菩提道、所以我们心里头假使许愿不发菩提心，世界上许愿人了，菩提心没有升起来，功德很小，是同种地这个种子没有下下去，道不会出去的。心发了大，那么因地心发大，果也结了大。所以过去宝石女王用白羊庄园一点一点反哺庄园，那么其中有一个贫女很苦恼的，她呢心里想想，国王佛祈祷再来做功德，那么我没有福气，再不做功德，将来一点也没有福气。他将这个逃离的几国籍呀，都当作有吃供养吧。这个地利呀、地主荣啊，老妈妈，你这个鱼当然做什么用啊，就我要供养吧。哦，你今天将自己个讨来的钱，本来是点米吃的，你要供养吧，就你个钱啊，不平好当，我等当当么？啊，将这个一瓶油吃了几鱼精素，国王白羊大白羊装那个油，发现没得凝结，不这么说了，今天有大狮子来供养，门三门开开，发亲自吃凝结，你看看看，这个光起来了，发心大，功德大，国王发心啊，他没，我要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贫婆发心啊，就要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地面造上目前里熄灯，佛法里面了，
这个亚当呢，没有食欲，有点冻，等天凉了又熄灯，那么目前的熄灯，国王的油灯都熄了了，并不给这灯熄不无，熄不无啊，天门不起了。发动目前的光啊，各种灯，各个灯什么灯啊，是四面灯光发个灯，你一个目前的十个目前的一百个目前的也不能灭了，这幸福的大，功德就大，所以我们佛法了唯有靠心，心为万物主，所以修养习之心，心治好了，一切都太平了。心平，万物都平，都平太平了。心最要紧，修养就要修心，修养并修心，必到涅槃门。这不叫涅槃门啊，涅槃门，阿拉念都念念哦，涅槃三世诸佛，搿涅槃门就是不生不灭的门啊，不要有轮回之苦，不有生死之苦，不有六道轮回，搿叫涅槃门。所以生死即涅槃，就是各位平步走到将来净法，叫四面灯光法。这个心要紧啊，所以发心最要紧。佛念经来讲，一心无二心，心不结众生，是色无处别。后心还是初心来，修养也是一样，最初发心很困难。我们只为于这些，你们啊，听到各位法师讲，每一个法师都是一样讲法，法法道同，所以过去宁波文西有事就无点事，文殊菩萨同他说，某年若依教修行，高高精高得道，一定要依佛教修行。我们今天大家听到了，听到上册有如是功德，何况自己亲自念，昼夜念，夜夜念，六日中不歇气的念，这有办法了。那么一种念法，一种清净，种种念法，种种清净，一种念法，一种生西方，种种念法，个个生西方。替我念，都为念法，替我太平。为什么替世界不太平啊？像这次巴基斯坦啊，地中，
头七日讲三万，后续日讲五万，搿危险不危险啊？啊，别为人民啊，临安山是这个山有1000多米高，地中呢要降低500多米，葛末虽有这个山势也地中，但是万法不可思议，此地的深重没有上一个，这个寺院的供养地法没有深一针，这样是不可思议。我们要相信，心为道女功德母，将养一切之余根，所以需要相信啊，这个就会有劲。那么我最后了，我有两句同大家讲讲。念佛不能高兴念，金刚念、默念，或是修定念，皆要做到。法无心，出无口，说无语，即念从心起，心从口出，因从耳入。总之，心口相应，念念分明，清清楚楚，耳里又听得清清楚楚，时日习心，妄念不起，必能得到一心不留的境界。世家虽弱，正是该修养念佛，苦是地。我们今天呢，讲了个地方，因为我们台湾来的海道法师，这个请到此地来啊，这是不容易啊。那么，以下呢，要请海道法师欣赏。广发，你们大家啊一心谛听啊，我们就讲到此地为止了。中菩萨，南无普陀。
家之纳须弥，为今转法轮，分为诸佛事，尽通无人说。佛陀呢？佛陀啦，提动的佛陀，空嘛。这个中的说法啦，哎，空嘛，提动的佛陀没有空，为什么道理呢？凡说法啦，随机而说，于是随时一说，随机遇说。在众生根基说，那么就是又在他意说，像我弥陀经无闻律师说，那么完全啊创不本位，故所以迦毗罗卫国了八万学中释迦牟尼佛都要。与诸社会这个都要去去念佛法门，那么搿勿是自己国度里面了，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娑婆世界，许愿勿容易，一亿人许愿。大家听了讲了，一亿人许愿，听到人很羞，难得一遇了。为了念佛，求生净土，是眼目及舌头，都都为因嘛。所以我们发发了，一定要。随机体贴中啊，他有多庄众生念佛观，多胎众生不行观，三律众生熟悉观，这个多冲众生慈悲观，愚痴众生因缘观，这是所以个体体中啊，所以这个交归体的，还归印度了，不交不交了，归于体体，体体中的注释都是具身引导这样子。那么许种里面呢，引导注释都是得到引性之余，结果呢都行念佛具身引导，各位说道理呢？你不是讲阿弥陀佛原来，讲自己的啊心愿的这样子，
古时以来，你不是没做上去，不是自己这个依旧输赢，单单依旧输赢啊，那是一段烦恼，方能进步的了。印度法门大逆往生，王朝三家，那么即身可以，得到不退之位，一生西方就永不退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弥陀经》呢叫“欧比不知”，就是不退居了，不退居位。修其他法门，你一定要无知俱尽，烦恼断尽，才方能够得益了。唯独个印度法门啊，你是有信心、有愿、心愿得生与否，决凭心愿之有无，品位高下，看你行人持名之兴起。你要品位高，那么不要你的多。古来祖师现在也是一样，起码要你五六万这样子。不，这为什么道理呢？不越念多，念中学的多，这念中是看不到的。和你经常去拼了，念中我有影响了，虚空不能拥有，亏得念中没有影响。故所以啊，和你一经最后也是十大女王逃归极乐，也是释迦牟尼佛慈悲了，十大女王逃归极乐，去火葬海中都要救生人道了。咁么个业佛呢，的确需要我们的业障，业障不需要生死不了了，能确实临近人不缺数，他从军大学啊，这个五月学起来，你我他不理，你许你点我就我缺我别了，与跟侬感激不理了，所以往往呢，居士们问我了，师傅啊，墨玉好靠不？银青好靠不？我问你灵数，同意你靠。跟你好考，我是全国人，一定要懂零数少量，不是阿拉寺院的人，这个是有规矩的。不管侬再大个，阿拉寺院侬感激不了，搿道理。所以修养呢，勿讲了，全国修养困难，出国修养容易，往往就是这样子。侬一个人修养，我家里就单单一个人修养，还蛮难修的。平常时一定要好好教，这个儿女，媳妇都要教护好。这个出国修养了，祖师法院就是一定要出国修养，因为出国人了。他是，容易虚，是说道理的，他不会带学，我应该说你，那么，阿拉此地发挥了，就是学道、从经过、发动。
也不容易了。此地这个一众老百姓幸福了的我，但是啊，十年之一了，这个工人技术不够，不养我去找你，哎，大地水土不养不找你，你过最近呢，生不起恭敬心，所以个法法是这样子了。第一要相信清白，第二要越发，发越越了，不越不进攻。第三要谨慎，这个财宝是万虚明灯啊，所以无财宝者，哎，黑夜之明灯，苦海之追翁，这个马虎里面之愚者，哎，所以我们啊，以一后者中，财宝为愚者，滔滔苦海内，财宝为追翁，明明大雅中，财宝为灯烛，所以一定要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以后啊，还是会一步一步上去。那么，缺数就会重要，往往的缺数了，许多人都不肯缺了，哎，这就是决心没有。所以我对他们讲，佛老是领我，不是佛不领。阿拉终生心不诚，心不诚，你不能怪佛不灵，哎，这道理了。所以我们这个心啊，不可思议，应作时日观，心能作日力，应作时日观。我们已经也讲的了，十种欲了之，三世一切佛了。因观佛家心，一切唯心造。这个心力量大了嘛？你个心不诵经，勇往直前，即生可以到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好一生不退转回了。永不退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生可以敬拜。那么再回来呢，给度众生啊容易嘞，得到无生法容，生容得到，不破麻，不破胆，不破乱说，法容得到。不破冷，不破热，哎，这都学好呢，是不是啊？所以一定要得到无生法容。没有得到无生法容，修养、救护众生都困难。哎，像现在等业障来了，去找了，这个外面都是业障还没有来。预先的侬警告你们，哎，开示我们，赶快结束，啊，紧紧念佛，等业障来了，你要不得了了，心有余力不足了，哎，所以修养要健康好修养，修养要没有事体好修养，哎，找麻烦的修养难修了，这几个要紧，哎。所以个佛菩萨慈悲了，每一部经，每尊佛菩萨都希望众生离苦得乐，返迷归悟，哎，去恶从善，这是每一尊佛菩萨都是这样子形象。我们自己发不起心来，就没有办法。
这个心是了不起，最大这个心，世界最大就是个心，心包他许，两句所讲，所以我们心我治好了，一切都治好了，心我安乐了，一切都安乐了，那么心静极乐矣，就是极乐世界了，心无欲了，也就娑婆世界了。个心的力量就更大了，个娑婆极乐都在心啊。故谁于是心极乐，于是心弥陀。那我自己未经不过了，跟侬绝对冇冇了，没有了还是未发过。就是众生每个人都能够进佛，每个众生都可以许愿，都可以进功德道，要依教许愿。这是文殊菩萨告诉文殊居士，要依佛的教导来许愿，不要这个听他听其的乱听三句，这样子啊，很要紧。依教许愿，个个进功德道。好了，我们的。